民进党办理直辖市长及市议员的初选民调，在今天以抽签的方式决定了执行顺序。无都市长的部分呢，将只针对执政的大高雄市和大台南市来进行民调，而非执政的台北县市跟台中市，则是将由九人小组协调产生。上午，民进党中央抽签决定，今明两天，也就是5月3号、5月4号，将会进行大高雄市长的民调，结果会在5月5号周三公布。接着呢，5月5号、5月6号，针对大台南市长展开民调，结果是在5月7号公布。换句话说呢，竞争激烈的高雄市秋局之争，谁能出现？再过两天，这个周三，答案就会揭晓了。而多人有意角逐的大台南市，谁出马？周五也会有答案。